好，那下面呢，请您欣赏一个特别的节目。大家都知道啊，郭德纲老师在辽宁卫视呢有一档节目叫做《到底是谁》。今天呢，我们把他搬上了舞台，下面就请您欣赏现场版的《到底是谁》，有请主持人郭德纲。是吗？谢谢王美凤小姐的夸奖。欢迎收看德云卫视《到底是谁》。本节目是由藏米排油特约赞助的。《到底是谁》是一档全新的益智类的游戏节目，每期由六位嘉宾，和我们一起来做游戏，猜一猜到底是谁。这是一个智力、口才、心理方面的大比拼。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礼仪小姐于先生。那礼仪小姐，嗯，我还礼仪小姐呢啊。我们能够请到于先生，非常的高兴。我也很高兴，很激动。我们这个节目今天是这个第一期，哎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啊。对。就办这么一期，嗯，每周日晚21:25，哎，没有啊，这没有，您就别说，就是今天现场版的，对，今天来就算是赶上了，德云版的，嗯，我们今天是这样的，今天的主题是评选一下谁是德云社年终的最佳员工。哦，要评选最佳人才。哎，大家知道啊，这一年来呢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坎坷，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。哎，时值年关岁末，大家要盘点一下。嗯，北京德云社呢也是准备了一项厚礼。哦，还有丰厚的奖品。今天只要是评选出来最佳的员工，嗯，同着大家，我们要把这份厚礼献上。哎呀，表彰这位对我们做出来的贡献，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们一位一位的请出我们的嘉宾。好，大家也都熟悉。嗯，第一位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嗯，他曾经是清华的高材生。哦，啊，研究过物理、化学、水稻杂交。啊，嗯，中医。咱都学过，哎，在七套还干过，嗯嗯，还有水稻杂交的事儿，这里头，嗯，在每个行业都没有出色的发展，没有啊，终于来到了北京德云社，哦，啊，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是一直担任司机的工作，开车，由于不认路，导致了很多事情的发生，哎，这清华毕业的，后来啊，这个人非常努力，是啊，开始学相声，哦，一步一步的到了今天，那不错，啊，几年下来，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，啊，这一段相声，我们掌声有请栾云平，好，小栾。你要唱是吗？我听弦儿响啊。栾云平呢，是我徒弟里边的一个，身份比较特殊的人。嗯，他既是台前的演员，也是后台的工作人员。你看，都干。嗯，每一场演出呢，节目单基本是由他来拟定的。哦，这些年是没少挨骂啊。嗯，挨骂的活，观众是不理解来骂他，后台是由于理解来骂他啊。左右活不了，所以说工作压力很大啊。有时候回到家去呢，他太太还要骂他。所以这是一个苦人啊，苦人你可比不了，我要被骂大的。嗯，今天能参加我们这个绝版的到底是谁啊，你有什么遗言吗？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节目。哦，谢谢，是热心观众，以前没看过。那你怎么谈到喜欢呢？就是由衷的特别的喜欢。哦，那以后计划经常收看我们的节目吗？不看。哦，这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啊。咱们也太心宽了哈啊！干的就是这差事，确实挺好的啊。那么欢迎你的到来，好，希望你在今天有出色的表演。是，记住了，重金非常的优厚，好好好，在等待你。好，欢迎栾云平。好，请坐。那么接下来邀请的是栾云平的搭档，哦，这是一个相声界的奇才。怎么叫奇才？20多岁，有70多岁的气质。嚯！少年老成。嗯，跟他外曾祖父站在一起，像双胞胎似的。嘿。长得太像了，非常的成熟，是吗？都熟透了啊，籽儿都黑了，都快烂了，好嘛，说的是柿子，什么词儿啊？嗯，从小学艺刻苦，最早他报考的是水产专业，哎，对，全不是干这个的，一天到晚齁兴去的啊。之后呢，毅然决然的投身到天津相声界，哦，天津，嗯，饱受虐待多年，哎呀，
后来成功的起义啊，经我们的曲艺前辈金文生先生的引荐，嗯啊，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北京德云社，到我们这儿来。自从投胎以来呢，反正投胎以来啊，怎么说？投身咱们这儿以来，投身以来呢，嗯，业绩上有突飞猛进的表现，是啊，经过四五年的磨练吧，嗯，学会了一段相声。哎，对，啊，正好跟他搭档嘛。嗯谢谢，就是心宽啊，嗯嗯，但是俩人会的还不是一段，啊，哎，这呵，那就别演了，那就，所以他们就会两段相声了，但是都没有机会演出啊。掌声有请高峰。高峰，好，高老出来，伴随着丐帮前进曲啊，谢谢。好多人都喜欢这个高峰老师。哎，您客气。表演稳重大方。哎，也不怎么样啊，表示谦虚。我以为说实话呢。不是实话。高老师确实不容易。哎，来德云社之后呢，在台上台下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对，台上认真演出，在台下还帮助我们教孩子们说相声。那是应当的。其中有一个班的班主任就是高峰老师。我是高班主任啊。然后孩子们上课，有时候上李菁的课，上我课，经常冲盹儿。嗯，但是上高老师课都这样，精精神神瞪着眼看着，爱听。我也问过孩子们，为什么上高老师课都瞪着眼呢？什么原因？孩子们说了，怕他说错了，替他背着呢。嗯，给我挑错啊！所以说，高老师走到今天，离不开我们学生的帮助。我在骂声中长大的啊，在台都不像话，在台上来说非常的出色，啊，有浓郁的天津相声的风格。您客气了，我认为你好好的努力下去，啊，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后台管理人才。别鼓掌了，您这，掌声欢迎高峰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，可能是北京德云社身材最伟岸的一个演员。是啊，嗯。脑袋也大哦，身子板也宽敞，嚯，哦，那后腰也挺宽敞的哦。虎背熊腰，驴高马大，说就是这个人，啊，驴高马大，也是从小呢一直学相声哦啊，在好多高等学府都进修过。是吗？大约进行了6年到7年左右的专业培训，嚯，哦，终于学会了一个翻场小段，还不是一整段是吗？但是涉嫌低俗，严禁上演。这好嘛，那就别演了。嗯，曾经到一些个风化场所去演出 啊， 啊，被人打出来了。哎，对，风化场所都看不惯了，嗯，都听不了啊，可见这个作品龌龊到什么程度，哎，啊！但是我十分喜欢这个孩子。是啊，他经常在背后跟我讲一些于老师的坏话。哎，对，别让他出来了，要不就这是我了解外界唯一的渠道啊。哎，对，掌声有请刘云天。好。你说我坏话来了是吗？真吃车祸，你看了吗？一窜的就有啊！你们都说什么了这？啊，没事，夸你来着啊！这个孩子确实不错，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？对，第一次。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吗？还行吧。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啊？可说呢。谢谢啊！所以说这是名热心的观众啊，看得多。我们曾经没叫过可说吧？叫什么呢？叫到底是什么？谁可说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就是嘴利索啊，嘴利索。到底是谁？我可以说吗？你可以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嘉宾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不让说，嘉宾，你们也不让说话，不行。讨厌，你这把小舌头喊出来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我都看见晚饭了，你这嘴都飘了。这得让说话，让说话。我真第一次来这节目啊，就以前录什么节目，就真没见过这么多观众。你看看。这太热闹了，嗯，我有心里话要说。你说吧。嗯，我在这儿呢，演出这么些年了，听见了好多的风言风语。你爱串这个主要是。我就是听的啊。都是听的。有好。有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。对。这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。编剧。还待会儿说了你们。让他说，一会儿又来劲儿了。快说吧。您来一个吧，他已经被传染了。我来不了，我学不了中年妇女。嗯，听了好多风言风语，就有大部分人在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这都什么栏目啊？
我们这儿有配乐，有配乐。没事没事，别等了，有好多风言风语。旁边那个台啊，没事。我们六个台在一块儿录节目啊。你让我把话说完了。你说了不少了，有好些风言风语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直在说呀，这个可以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说完。要了亲命了，这是。这问题很关键。风言风语都说郭老师个矮，实际他个矮不矮呀？一点都不矮。要我说也不矮，这近两年已然强多了，知道吗？真的啊，不是说别的，现在已然能达到我裤腰带以上了。已然很努力了啊。这是努力的事儿吗？这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。你知道这些我们这些徒弟们一直在家拽呀、啊、往横了拽。我说不长呢，方向感不强，咱们反正就是四面八方这么拽、嗯、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样子的。太好了，老师、嗯、还有就是你可以了吧。如果说还没说完呢，我的天哪。哎，如果说您站在一排男人当中，哦，举起您的双臂，啪，要求平举，平举，对，能够直接击打要害。这都是人话吗？还有一点我要说，你可以了，行了，坐那儿吧，坐那儿吧，行了，留神打你要害啊。怎么可能呢，是吧？您的要害怎么在这儿呢？这是心脏起搏器。谁让我替了你这位置了。嗯，好了，我们这就到这里吧，今天啊。是吗？我们节目录制得很成功啊。对，观众效果多强烈。嗯嗯，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来另一位嘉宾。胆子够大的啊。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呢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该我了，我得请你、啊、不是我等不了了，你就我得请你，真的真的我得请你，我不等会儿等会儿啊，就说到你名字，说到你名字，他前面很有好多说你的坏话呢、啊、这个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是北京德云社的中流砥柱，重要演员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德云社的今天，那倒是，舞台上也是我们的中坚力量，是观众们非常喜欢他，哎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李菁。哎，你这个，哎，往外一走，这镜头看着跟你们先生一样。您怎么知道这回我要出来？因为你们这人性干得出来这事儿，也就是您这人性能想得出来这。让您猜着了啊！这个中华小力量啊！哎呀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内裤怎么？今年我本命年，不知道。哎呦，那得见天打出血来啊！是啊。这么见我师弟李菁，是我任劳任怨啊，当初学水产的，后来呢投身天津相声界，学水产的坐那儿了，这是我们班长、啊、哎，还是一班的，我也是这班的，还是一班的啊。这么多年来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在同一个节目里面出现，对 对是不是？有什么要说的一话跟大伙说的？哎，平常呢我都是捧哏，嗯，那么我师哥呢在台上经常介绍我，有很多赞美的词，有很多藏秘的词儿。那么今天同着这么些个朋友，我也要表达一下。那么你就讲一下好了、啊、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姐俩碰那块不易。可能大家伙儿啊，对郭老师啊，手下去手下去，大家不要见笑。台上的业务了解有余，是是是。那么台下的人品呢？怎么样呢？知道的不足。哦啊，那么我可以介绍一下。你嘴太碎了。不是。说了半个事儿呢，对，不光在台上业务精湛，一压群雄，台底下人性也非常的好。您说说，四个字的评语可以概括台上台下。哪五个字？嗯，您什么耳朵啊？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色艺双绝嘛。好、啊。这是夸我呀？是。对对对。我怎么没听出好来呢？是，你仔细品。对对对。我仔细品也不是好词儿，对，琢磨琢磨吧，是吗？而且郭老师还背负了，听着像夸大娘们似的呢，这个
很多负面的消息。有吗？那有啊。那么在前年和去年，大家伙使用的一种产品，普遍的反应不太管用。我可以同着朋友们说一句很公道的话，我使用了之后就非常奏效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已经成功的由120斤减到119斤了，就一斤呢。那是你没穿那双大鞋嘞。我这鞋没您那个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李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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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对曹云金有一个小小的惩罚。哦，啊，快拔上。那么接下来，哎，有请我们全场最受欢迎的演员，嗯，何云伟啊。听错了，没听错，是我啊。于老师开玩笑，你干妈跟你开玩笑，咱俩从来有点过分了，是是不过分了，不过分了。这个何云伟，他们说那个在那个电视台上都放不了。哦，我先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。你哪打什么打什么？哪有电视机去？你要有电视机，不是不走了吗？就。我姓何。哦，何老师啊。哎，对，我嗨，您客气了，您打上了。我跟谁都这么说，没事。太累了，您太累了，您一打上来呀、就嘚啵嘚。这样吗？说不，一上来就嘚啵嘚。谁说女相声没有？实际上这一年来，真是这样。一年来，这个郭老师特别忙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就说您呢。让他回去行吗？不是，这哪来的？这是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对对对。别坐，别坐。谁坐别动，谁坐别动。你这眼都离去了。我说猴兴起了，你别动啊，跟这儿，是卖水产的，这是。我呀，啊，说您呢。我呀，这一年来谁呀？我让您压呀。拿他怎么了？啊，高老师怎么了？您呢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给我报了仇了。我不能说话了，你看看。我说您讲，孩子有话要说。我说您呢，这一年来啊，就没闲着。是，真的是这样。我都干嘛了呢？您看这个，在台上说相声啊，拍个电视剧啊，主持个节目，拍个电影啊，闲不住您了。是是是啊，这不是这个也净出事儿。那个网上大伙儿都看了吧？那照片都看了吧？嗨。也净出事儿，这也就手闲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乱七八糟？手闲了，上那个美国呀，这什么这个沙滩上啊拍照去了。你说人家，人家章子怡，人家晒暖，他这咔嚓咔嚓，就这路外国话谁听得懂？人家晒暖，啪啪啪照完了，给床网上去了。那有我什么事儿呢？里头手闲，你挡着人家天井了。我们叫天川，手闲嘞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这前几年上高速开着汽车把人给撞了，那撞飞那个怼上的好几米都哪个团的到我这儿了？后来您跑了是怎么着？这事也我干的，那可全是您干的。那个美国那大楼他那他不就别说了，别说那跟我没关系。有家就找您找好，没关系，行了，坐那吧，坐那吧。行了，行了，好了，我们的六位嘉宾算是齐了啊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。你出不来，你无期徒刑，你是啊？你是旁边那个组的，快去吧。七套的，七套的啊！你是门口那个今日煎饼最快乐那儿的，快去。嗯。那么我们的嘉宾就算是齐了啊。哎，姐姐没齐。我们现在的。行了，我自个儿来吧。好。说说吧，这是我徒弟。可到我了啊！啊，大伙儿都不用介绍了，这是我师傅，这是我干爹啊。这个从小我就跟着我师父一块长起来的，嗯，我看着他长起来的，不是，他看着我长起来的，谁看谁都一样。对了，就我看你，你不许看见我，是啊，慢慢的我就长大，他也不长大，他老是这样。我怎么没长大？我努力了，是，努力就好。刘云天都捧我，刘云天是不是？对，你已经高了不少了。我还有一个事，行，啊，该我了，嗯。这都是人话吗？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他其实不要听他们的啊，听我的啊。这个从小我看着我师父长起来。这个说的很好，坐下吧。不行，你都没上过学，你说什么说呀？这个我师父从小看着我长起来，跟您学艺，非常的高兴。哎，这孩子，说实话，确实是。你看前些日子也过生日了，嗯，1月18号是我老恩师生日，大家都记住1月18号，1月18号，我每年记得都很清楚，都很清楚。啊，1月18号，我希望明年你还能过生日，再这样，
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人孩子说这是好话，也是，是，确实是。你还干爹向着我吧，因为从小于老师，我没听出来呢。我知道，我说你明年还能过生日啊？啊，这个、能吗？能，为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怀疑能吗？啊、哦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你未必赶得上，真的。我师父1月18号生日，我记得都很清楚。干爹是1月24号生日，啊，记得也非常清楚。快点，这个，你别走，快。我们人齐了，现在，所以是哪儿去？那公家的，那公家的，实在不忍的不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好极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啊！你们别去，我们今天是开始，是这样的啊啊，嗯，我来主持。于老师是我们的嘉宾主持，哎、谢谢我们6位员工都在这儿了。哎，嗯，辛苦一年了，大家都辛苦了啊。辛苦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年终的评选，嗯，啊，如果要是选出最佳员工，有一份薄礼，啊，薄礼是？嗨，我就是打前天就让我们会计一直就提现金，啊，因为快到年根了，现金不好倒。是，反正无多有少吧，啊、是这么一份心意。哦，多少钱呢？28万现金，28万现，取一个当做奖品。啊、当不是一个人。不是一个，哪有这也不少啊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啊！当然有大说不是一样啊，不是一样啊，这能理解吧？无所谓啊！这孩子实在实在啊！我道歉，我刚才对不起您。那都谁教你的？是别人拍的，您那晒暖呢？他就别，您坐着，您坐着，跟您没关系。我刚才没说您。对对对，我晒暖的那会儿 啊，你给我回家。一直个高。哦，对，别人能打着您要害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毛人要，我攒住了。好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嗯，所以今天有几道题需要大家来答一下啊，有题、啊，之前有几道题咱们答到最后呢，我们要和现场的朋友们互动一下。是，待会儿您有什么需要想了解的、想知道、想问的，想、心里不痛快的、心里痛快的都说出来，可以。我们台上所有人啊，全力以赴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回答您的问题。对，啊，年根了，咱们大伙儿一块聊一聊，好不好？热闹热闹啊、我们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先从自己内部开始。嗯，请听题，第一道题。嗯。在北京德云社，你的收入低到什么情况下，你就要不干了？那个，你干嘛去？我不参评吧。你是礼仪小姐？哎，这我是什么都没关系，我躲开这题。我是。我们谢谢吧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没有任何恶意，我们完全是从着为了企业好的这个角度出发。到底在德云社挣多少钱，你才能不走？好吧，好吧，那个人还没说什么，心态很平，我怕他们说别的啊。是是，我心态是很平和的。啊哈，啊，这带着纸呢吗？嗯，坐这儿不碍事，你师傅不咬，不咬，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你大爷咬你。啊！他打我要害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孩子啊，别那儿蹲着，受不了伤。嗯，来吧，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。来吧，来吧。啊？这不啊？没事啊。要不你先等会儿，你先考虑。你建议谁先回答？我建议您先回答。我回答没有任何意义，知道吗？这都那什么？是不是于老师说？我都不参评了，我。嗯，你爷们儿，你来吧。爷们儿，嘿，你们都同意罗云平先说吗？同意。你看看这孩儿人性吧。我先说，先说。哎，什么话？说他。废话，我是他爸爸，你这。那您是儿子？打你。说吧，在北京德云社，我尽量态度好一些啊。他们都说我态度不好。我站你们中间，站你们啊。你我不没我啊、哦！你传话啊！你看住了啊！传话人最可恨了是吗？嗯，你给传话啊！啊，来吧！就问他到底在这儿挣钱挣到什么程度，最低不低于多少，他就能干下去，就不走了。不走，你甭发狠儿！哎，哦，你甭发狠儿、哦！你留神他打你、啊。我没说别的，我低于就您这样，你就早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还是得横点儿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嗯，说吧，孩子，低于100万，你走吧。你要有地儿挣，你告诉我，我也去。但是实话实说，他讲的也有道理。还有道理呢。比如说，他要是要在外边拍400个电影、4000部电视剧，嚯，是不是他会挣够100万的？100万，
我认为啊，就是你现在的水平在德云社，你说一百万不是一天吧？不是一个月。这个反正够我受的。一个月一百万，我只能最多给到200万。你们往上划价吗？都我只能给到200万。好领导，好领导。给多少钱是我来说，哎，但是货币由你来选择。那泰铢、越南盾，或者津巴布韦刚刚发行的那个100兆一张的。嚯，那我就要人民币啊！是我们都是 HD90的。假币？那是假票啊！就是说没戏。那你看，你还 那我就明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完年开箱你还来吗？我还是想来。就为明白。这孩子随和。因为我得安排这节目单。心真快。啊，水产系的。我说两句吧。来吧，您到这边来。来吧到这边来啊。他这个人说话一直是这样。云山雾罩他罩三不罩两。所以才借着马褂穿。哎，说着话都不挨着。是。这帮人太暴力了。哪儿那么大身上啊？拿着事情这过来人，哎，对，行了，教育教育他，多好，对对对对，嗯，行了，上着你，哎呀，这个假腿还挺灵活的，嗯，他说那都不现实，咱们先还一个礼拜挣那么些，100万、啊、还人民币啊，你甭管真的假的，那受不了，假的纸钱也多少钱，假的印些日子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就说您在这儿挣多少钱就不走了，我呀，啊，我得有一个横向标准，可以跟谁有一个比，跟我自己比啊，哦，跟在天津演出时候，啊。北京那是首都，对，天津虽然说也直辖市吧，嗯，但是来说天津那是北京的东大门呢，不错，他不如首都啊，嗯，他这生活方面各方面他不如北京，嗯，我估计我比天津挣得多我就不走，这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对，可以有比较嘛，很实际。你来之前高老师在天津确实是参加演出的，对，您当年一场演出是多少钱？好家伙，我们那个一场说一场相声10块钱呢，真的，你不行，你问问去，你这人家没有比10块钱，十块，没有比10块多的时候。没说完呢，啊，有啊，有时候你要是来了之后，他临时让你演一个，那叫赶场。15，你坐那儿吧，坐那儿吧，行了，别说了，真的，你能干到死。来吧，来吧，少10块我不干，啊。但是你那凳子没了，你这起秧子，这少一个人分钱了，这就是。没听说过，我还丢把凳子呢，啊，现场就摔死一个啊。抚恤金是咱们出吗？就别打听这事儿，是啊，嗯，好，刘云天，他们要求太多了啊！你要求什么？有病！他们，你要求什么？这买卖不打算干了？你说话你闭点嘴！那凭什么呀？啊！你淹死我！你都起了尿碱了，我这嘴松，你知道？这样嘴唇不干啊，前心都湿了。我这个你知道它的作用吗？知道，系腰的。说吧，我告诉你，我，你什么问题？太师礼呀，报恩四地僧啊，吃罢了晚饭，念罢这个风魂经啊，行了，你这个比他们可厉害，哎，够他买摇头丸子，他就不走了。嗯，这。我说我的答案，你还想得起来想说什么？只要你管我饱，只要你管我饱，你一顿吃多少？一顿4个丸子。哦，那还行，也还行。一天吃27顿，回家种地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地里不长丸子。废话，长馒头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金子，来吧，孩子，快来吧，来吧，亲人，行，看看他们，他冒场了，你看哪儿的？你冒六回来开始，谁说你了？该我了。说吧，师傅，您说这话，我心都凉的。呀，怎么了，孩子？我从小跟您长起来，是，给多少钱不能干？不给钱怎么了？这么些年风风雨雨，又当如何？嘿，不是，有点松。没关系，给多少钱都干，不给钱您缺钱我给天，但是我就想
落实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最后奖金是多少？28。那跟我有关系吗？这说我在乎那些东西吗？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。那当然，我恨不得这枪血都泼你脸上，真的。那吐在盆里再泼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该研究上了，你才如呢。啊，行，好孩子，我心里有数了。就是嘛，你甭管了，你甭管了，这你坐着踏踏实实。这不真的一样？你甭管了，你等我，等我。咱们爷俩，这个这对不对？这阵是表忠心的时候。好孩子，我没白疼你。咱爷们跟他能行行行，你跟他妇道人家一般见识，哪儿都妇道人家。那行了，来吧来吧，我师弟，哎，姐儿俩说说吧。哎，姐儿俩差一步啊，这忠心我就没表上。你看看这事闹的，那话应当是我说的。你看我跟您年头比他跟您强啊啊，这个闹腾不闹腾？哎，搅和，嗯。我提钱呢，提不出口来。你看什么100万？您这比划也行，拿这儿啊，比划也行。买牲口呢？是，这我提不出口来，干脆得撂下那样。你拿着撂着结子。我要点东西。哦，要点东西可以。把这货币折合成这个东西。哦啊，您也知道，哎，今年我结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。我就想啊，要到我们这孩子喝到10岁的那奶粉。哎呀，够呛，那个厂子倒闭了。哇，三鹿的是怎么着？你要藏秘牌油，我倒存了点啊。不是，我三元，三元机制，你甭管了啊。这孩子到结婚我都管。太好了，你看这要生出是男孩子来，那算您徒弟。我徒弟，算这个于云亭的师弟呀。行嘞，跟您学相声。行嘞，这咱们就算干。你都快忙活死我了，你这上板了是吗？我就说一句话啊，这孩子到结婚我都管。太好了，这孩子有我的骨，你知道吗？跟您没什么关系，我送他一个鼓，让他跟家敲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行不行？就算完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也送他一鼓。哎呀呀呀，来吧，该我表忠心了。到你了，不是表忠心，是回答问题，实事求是。回答问题，有一句说一句，有一句添一句的那么说，别添一句，有一句说一句那么说，可以。金子跟我的想法一样，你看这事儿呢？什么叫钱？啊，钱给不给？照眼呢？你一天给我100万人民币啊，我演，不给钱我也演，那就不给了。可以，这人性可以可以，但是我得有个盼头。是，好孩子，我得盼，我得盼初八。盼初八呢？初八咱这开箱啊。对，咱这开箱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今天是年终岁末一场，岁末了，演完了以后封箱，封箱啊，嗯，封箱等这个。郭老师跟于老师初期吧就故去了啊，故去以后呢再开箱谁领先主演呢？我就盼着初三，我呀，对呀，他有盼头，到那时候我怕谁？孩子、啊、我有谎，于老师没盼头。 我带着小晶晶，还小晶晶。对，我带着小晶晶，说全名李晶晶。对，李晶晶，他不在，他洗澡去了。带小晶晶，大金子，我们这几个人，你们这都什么称呼啊？这是小晶晶、大晶，你们说点那文根的话行吗？我有个盼头，我有个盼头。您给多少钱我都干，您知道吗？咱们俩人是珠联璧合呀。到那个时候，甭说奶粉，什么全有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喝半碗吧，喝半主，晚饭吧，师哥，10块钱就行，10块钱。这孩子太缺德了，你们想的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！你把他弄哪儿去？拉天津去！哎，拉天津去，还挣那10块钱？15出去了，我还管着饭呢，我还管着饭呢。这初八以后我们说啊，初八，你才死了呢。他说的，他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望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个第一道题就是圆满成功了吧？啊。第二道题啊，前几天是我的生日，对，1月18号是我的生日，是很多人都给我送的各种礼物啊，当然还有人没送啊，没送啊，我就不点名字了啊，给大家留点脸面啊。您说事儿，待会儿结束找我，咱们打一欠条啊。啊，我在这里要问一下你们六位啊，听题，你们六位，如果从你们内心出发，愿意给我送点什么礼物？
问题很简单啊，内心出发，嗯啊，一定要讲实话。对对对对，栾云平吧，还是、哦、还是他，还是小栾吧，好吗？来来吧，爷们儿，来来这边来，来，怎么又是我呀？废话，你头一个嘛，你坐着挨刀的地儿嘛，来吧。这不是六味地黄丸的吗？哎、不一样 啊，你是那辣丸，你是。内心出发，对，内心出发。嗯，我先首先呢，先公布一个小秘密。你说，我师傅过生日之前呀，让我在黑板上写一小通知。哎，就是我要过生日了，如不送礼，就不让我安排节目。这事儿不该写，应该告诉你就行。不是，您让我写下来，露出来了，嗯、这是打本心。嗯，我愿意送您一个100万的礼物。我这一月工资都送出去，这孩子真大方。哦不啊，真大方啊！但是工资得达到200万。坐那儿去吧，去吧。哦啊，去吧，本心嘛。祝你成功吧，祝你成功吧。孩子就不见得是不是实话啊？是是是，嗯、他是财迷疯了啊！嗯，想瞎了你的心了都。他说那还是不挨着，怎么呢？打刚才离不开百万这个计量单位了，就说是受了受不了、啊。我说是呢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从我本心来讲，我是希望您呐、啊、身体健康，嘿，健康长寿，谢谢吧，长寿百岁。哎，百岁的时候啊。我给你啊买一金锁，我给你打一铃铛，是吧？哎，给你戴在脖子上。我去你的吧，什么词儿的，像话吗？过生日的时候我早就想好了啊，从我本心出发，我送你一条软包中华香烟。废话，我不抽烟。我抽，拿走吧，给我拿走，拿走吧。抽烟，那我送你一箱茅台酒。我不喝酒。我喝，拿走吧。送你一盒巧克力。我不吃糖、啊、给我儿子让我儿子拿走吧谁儿子？这三样都给我儿子了。嗯，听说了。我送你啊。 你送我干嘛呀？送什么不要什么呢？废话，你别来这套。把于老师送给你。不要，没地儿扔去。不知道，我还玩出息就死了。不要。 嗯来吧，我说吧，这说啊，就算你说完了，去吧。对，说点正经的，师傅。刚才都不是正经的。刚才那是有点胡闹了，开玩笑。确实是，嗯，我要真心想送啊。送什么？想送您一双增高鞋。有您，您有我一样的身材，那该多好、啊。那得多厚的鞋呀、啊？我觉得孩子这还是很实际的。对，他有用，关键。他打算弄个秧歌队，我踩高跷去。也可以啊。什么就也可以啊？您需不需要增高鞋？大概这么。怎么老有这音乐？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来吧，来 吧，啊、来吧，李贤弟。哎呀，师弟，说过个生日，买点东西啊、嗯、送点钱呢，那都太俗了。嗯、是是是、哦，应当自制一些个礼品给您送。那为最好。对，那就表达自己的心意、啊。那您想制作什么东西？那我得先问问您，您生活里头出点什么呀？我没什么可怕的，我这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啊，我都穷横成这样了。不是，这个世间万物，甭管是动物、植物啊，这个反正人倒是各有一怕。哎、那当然了啊，说相声的刘洪一刘先生怕老鼠，哎、怕耗子啊，马奎尧怕蝎子虎子，是那壁虎，是不是？啊、嗯，我怕蛤蟆。哦，您怕蛤蟆，那太好了。啊、我要撒出人去，我给您逮一蟾蜍送进去。你太缺德了，你这个、啊、不怎么花钱。您要是不打算要的话，拿那增高鞋一踩。哎，对，连我都死了啊！于老师最怕的是踩东西，这您不知道，虫子呀，哪怕一个小水果搁脚底，咔嚓一踩，这人算死了。哎，所以您弄一蛤蟆来让他踩了，然后我也完，他也完了。那个初七，我把这两样东西，你可拉，你活不到初七啊！你活不到初八就我们领先了，到时候初八咱们一开箱啊，就剩你一人了，就剩你一人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他让你演那蛤蟆。我。嗯，您问他们就不应该。哎呀，孩子，我这委屈大了。都是坏人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看，老班主也在，新班主也在。我跟你说，这东西，我今天疯子他不是，今天还是你说了算，是吧？啊、初七就完了啊。咱先说这个送礼嘛，这东西当然要送好的了。嗯、啊。要新颖，别开生面。哎，我给师娘介绍一新男朋友。哎，你听孩子说，我听他说什么说，这是人话，我听他说这，你闲着了吧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这甭说，就这样。哎，你听孩子说了，是我你这该挂挂就过去，我你这坏了，早点弄去了。
来来，听听我们这孩子。不是你，你好能注意的，就赶紧就写作。是人话吗？坏，是人话吗？他真坏，真坏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顺顺气儿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这摔倒还得找一茶叶罐装的。坏的，爷们儿，你顺口气儿，顺口气儿。我这气的我呀。这孩子正直，正直，不是人话。对，这打小跟着我，气的我这心脏的不像话。是是是，前两天我刚病，这一个把我这病，哎呀，就勾起来了。闭点嘴，心别吐出来啊！哎呀，往后说，你说点心里话吧。我这人比较执着。是是是啊，我要送一个您的礼物，您肯定得喜欢。您说，这孩子一根筋，但这认真。你想送什么？您最疼您那儿子郭麒麟了。我是最喜欢这孩子。那完了，那完了，我一说这礼物，您肯定喜欢。你看，我是无论费多的心，跋山涉水也好，是翻山越岭也好，哎。我一定把郭麒麟的亲爹给您找着，哎，反正不用费那么大劲，这不就在这儿呢吗？到底是谁？我今儿痛快了，你差点绊我一跟头，你知道吗？亲的都没了。说是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不是，我合着您是外人。去你的吧！于老师不劳而获。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这不是过年了吗？对我们团圆团圆。那你们这样，你们就不走了吧？啊，这样我就不走了，我走吧。哎呀，这帮人太缺德了。哎，我们这个题目就到这儿吧。对，就不要再说这个了啊。咱们说点正经的题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正正经。你坐的是橛子是棍子？那是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这样吧。咱们接下来这题，咱不能老围着咱们转。对，咱们得跟大家伙有关系，跟大家伙有关系啊。这德云社打演出以来这么长时间吧，说当年啊进不来人呐，没人看。到后来呢，进不来人呢，是因为咱这地儿小啊，票务制度几经改革，几经挨骂，各种骂街的方法都有。但实际上来说呢，但说实话实说，就这几年来，用什么方法其实并不妨碍卖票。怎么着也是提前一周啊两周啊票钱就都卖完了，票都出去了。但是我们是更愿意这票别落在那个黄牛的手里边，对，愿意让真正看戏的人拿着。几经改革，每次尝试，每次都有不同的不足点，对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谅解。您觉得这样不好，可能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。所以今天你们各位也出了主意，待会儿咱们再问问大伙儿，你们觉得这票务方面有什么办法更好的能解决一个这问题，好，是不是？来吧，栾云平这来吧，栾云平的媳妇在票房卖票，他有发言权。这我认为，嗯，你亲爹是谁？这开会呢？戴眼镜儿，他有遗传性。那你怎么不随我呢？个矮随我，随我，随我。要不是我学杂交的呢？嗯。清华真出人才，不是票贩子吗？对，您是怎么当的票贩子？我多难当票贩子了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认为啊，增加场次，多演，现在也不少，咱们就周一休息，每天都有，周六周日的下午还有。增加场次并不能解决这个购票难的问题。不，其实现在已经演满了啊，现在已经满了，没法再加了，再加周一，多加一天周一也不解决什么问题，大伙儿头天都上班。这不解决根本的问题，你多演票贩手里票还多呢，是不是？关键说这个问题啊，后半夜啊，你们连房都退了吧，去坐那儿去，这房不灵，走，坐那儿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就找你爸爸去啊，好，来找爸爸来。我儿子说这我有意见，你给我玩去，你来吧。不是，真是他这说的不合理。高老师说说，你琢磨这加场能加到哪儿去啊？是，你不可能加夜场啊，咱又不是电影，观众也困，演员也困，那你说听谁去？一块睡觉呗，是不是？你这开旅馆了啊？不现实。主意不错，跟谁睡觉啊？回去。
他们卖票的跟谁睡觉？说我给您出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这个您不是说怕这票落在黄牛手里头吗？对呀、啊，少卖。以后我决定了，俩人卖一张，俩人卖一张。有一人来不了，那人还进不来了。这一开眼，全是打架的门口。我说错，说错了，一人最多买两张。你问他们大伙乐意吗？你看看，人家来四个人打算坐一桌听相声，那俩人就生生进不来。你派俩人来买啊？那孩子说不。我走以后，你拿盘子拽他。他说的是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是那么句话。你这心太宽了，你这。就是我觉得我这卖两张卖一张，这不是办法。少卖不是，少卖不是办法。他要打算多收票，他得且排队呢。去你的吧！人有的是人，我告诉你吧啊。我这也不行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卧着去吧。我觉得还是比我儿子那强。来吧，来吧，我有一个主意啊。哎呦，好舌头。哦，我们可以凭身份证入场。你要这样说呀？对不对啊，朋友们？对。几点开始检票呢？这三百多人，一人拿一身份证。早来呀、啊！哦，早起会儿，六点起来。下午四点半来。六点就得来，人太多，排到晚上七。哎呦，这不合适了。废话，啊，身份证订票也不是事儿。你有身份证，人家有身份证，人能雇五十个人都拿身份证排队来，你能说不卖人家吗？哟，还有这事，对不对？话都让你说，去快去去去去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他哪能那么些身份证？废话，坐着坐着。本人买票，本人买票，只靠排队，门口排队买票。哎、啊，排队，反正我这脾气，我等得了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这一天就卖一张，嗯。坐着，我早上起来就来，我跟这儿等着。哦，你有单位吗？没有。你人家有的怎么办呢？谁能见天一早起跟着排队？再一个，你排队，人家能排队。刚说他了，我要是黄牛，我雇六十个民工来门口排队去吧，那怕什么的了？你有人，人家有人啊。算我没说。哎，这不废话吗？快去吧。还得听我的。那来吧。是这么回事，嗯，咱可以借鉴别的剧场一些个制度。嗯、别的剧场没有演出。您的人。怎么会没别的团演完没人看都这个？您拿这个天津的剧场来说吧，嗯，人家不贴节目单，嗯，这可以借鉴，就不贴节目单。前两天挨骂就因为不贴节目单，他没法压跳。嗯，前两天挨骂就因为不贴节目单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？嗯，可你才知道，你这刚打国外回来这是啊？哦，啊，反正我送您这生日礼物啊，你就去去去去去去。这样吧，又到我了，没有，到我了，到你了吗？该该我说说吧，该我说了。其实我觉得呀、嗯，这个为什么说黄牛这么多？嗯，啊，买票跟我们这儿捣乱，嗯，啊，高价票就是因为您在，对吧？要我说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你要走了，我们这儿特好。初八我就是新班主了。我问一下吧，我走了我干嘛去？我别的也不会，你别的地儿干去。我别的地儿干去。对啊，我没人呐。我们跟着你啊，这不浪费的吗？这不是，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，就挺好的。他说的有道理了。初八，我四个大活啊。后半夜啊，后半夜，后半夜，我估计这个法这么说不管用。咱们过完年之后吧，如果大伙儿有心气儿的啊，大伙儿都商量好了之后，您推举个十个八个的朋友，咱们两边坐在一块儿，大伙儿一块儿出主意，咱把这票务制度想好了，好不好？干点正事，咱别骂衔接啊！有事咱们一块说，不是为了大伙儿好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孙文明说对，对对对，我可爱给人起名字了，真的。这一天您净干这事儿了，特别爱这个啊！李菁的儿子都起好名字了，是啊，叫郭于谦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有关系，有关系，还有随母姓的。咱们，我再问你们小问题吧。哎呀，这几人怎么乐成这样了？你们又串什么闲话呢？这是，我还有一小问题愿意问问你们大家。就这么长时间，你们觉着我还有哪些不足？你们，咱别瞎胡拉的。我准头一个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是身上不足吗？对，我哪儿？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嚯，你看看这不足没有优点，多少能挑出点来啊？没有优点就是您的不足。哦，谢谢吧。不是不是，我认为啊。您可能看的都是台上的郭老师，嗯，家里边的郭老师您没见过，不让他们看见。嗯，外边这跟人模狗样的，这什么话？这叫家里边傻吃傻睡，拽拽傻吃傻睡，什么都不干。你瞧这嘴，你看都是我师娘，就一摊子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真的，你甭不信，
你喝。纯摊子。说一遍就得了。饭拿过来，衣服什么都不带干的，装修都是我师娘，我师娘扛着大梯子。你说那民工那是啊，真跑。他让民工扛着那个、我也能让民工扛那个。他就在上面玩电脑。不挨着说我们家事呢啊。改进改进吧。哎，改进改进，谢谢吧，谢谢吧啊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啥事儿？走的时候一会儿把东西归着归着啊。没人给送家去啊。人提这也对，你在家里得干点活。我没少干活。是吗？咱也没少干活。你又来了。做那饭都我吃的，嗯。来吧，这个问题啊，我特别有兴趣。哎呦嚯，你说啊，他说那是家庭生活中的。是。您作为一个相声演员，家庭生活是其次的。嚯，这你这是。你打了鸡血了。最主要的得是表演。你要死的。你不会说相声。你看看。大伙儿喊好表示同意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说什么？可是同意你们为什么还来呢？对不对？站起来。咱今儿就今儿个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是不是，我不，我说一下，我说一下。今天咱们过年，对，过年我们大封箱，咱们集体大伙儿一块热闹。咱说点实话，说点实话，谁也不许还嘴儿。太好了啊！谢谢。敞开心声，让我们这个在被领导的这些人也说点痛快话。对，不许还嘴儿，不许还嘴儿啊！哎，敞开心声。哎，对 ，Please stand up。你有你 your 相声 is very bad。什么乱七八糟！你也得说人话，也得说人话。光说日语不行是吧？我叫日语，他能懂那似的。你郭德纲不会捧哏，大鼓掌，搅和逗哏的，好家伙，受多大罪啊！站这边，我们逗哏的说不出话来。站桌子里边逗哏，有这样的没有？这都深受其害，这都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合理的解释。坐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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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坐下，别着急啊，来，大义该你了，来，准备，解释解释。你得坐下得干活啊。我们俩能对话了。他说我不会捧哏，是。其实我也看过好多朋友发的帖子，指责郭德纲这捧哏呐，比逗哏的还可恨，是吧？你这个，我是做科先学的捧哏。我从小捧哏，我一直捧到多大了？捧到快20多岁了吧？我一直是站在桌子里边。我后来看外边，我实在是看不了，急得我跟什么似的。后来没辙了，出来才逗哏，有这个深厚的捧哏的基础。我在里边比在外边还专业，啊！但是有人说，你还说的不对，你跟高峰在一块儿，跟何云伟、跟曹云在一块儿，你说那不是捧哏，怎么说呢？这个那个有一半是游戏性质，啊。因为这个这么长时间了，观众也认可了郭德纲跟台上这么说那么耍那么闹的啊，你我真是很认真，像高峰似的站里边跟傻子似的。去你的，你看看你呀，真的，你看有的时候偶尔我站在里边，大伙儿已经忘记了郭德纲原来是捧哏的，我站在那儿您也认为我是逗哏的，我为了给您不至于造成心理上一个失望，你看他站那儿怎么这样呢啊，因为到有的时候这种不是业务场，有时大反串啊或者专场的时候，他没有必要完全那样，咱们热闹一点，有的时候就故意的跟他们开玩笑。而且你看就是跟刘鹤春啊跟这些孩子们几乎不跟他们斗，也不往外支，为什么呢？怕他们把握不了。但是什么曹云金啊何云伟啊什么这个哎他叫什么来着，松井君呢、啊松井太郎先生，我们啊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呢，跟他们就有一半是开玩笑闹着玩，尤其跟高峰，因为高峰脑子快，他能接受这个，你给他往外支啊逗他玩，像我们仨人八马褂挤着高峰跟台上胡说八道的，这是我们自个儿，有的时候这有一半是为了自个儿，有时候跟王月坡一块儿是啊，这一段我能给他支到评书上面去，就开玩笑，要真是特别很认真执公执令的按照学员这么来会，那有什么不会的。是我说两句吧啊，这个郭老师捧哏呐，他站在这边这个位置啊，他不能不那样。说实话，那我作为捧哏的，我踏踏实实，我很低调，我给人踏踏实实捧。
现在卖票看的就是他，他要直工直令很低调的给人捧，有大部分观众肯定会不认可，不理解，这么觉得，不理解，嗯，真的，看的就是他，他还很沉稳的不出笑料。你看这场算白看了，郭德纲站里面站啊，是好，嗯，你觉得不解渴，是不解渴，这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但是那样会。举个简单例子，爬楼梯他怎么每回都爬十层，他会不会爬到一层？你想啊，那一层往十层去，先过一层再到十层。但我每次上来为什么就十层呢？是让您高兴，让您开心，就是这么一个目的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吧，啊，谢谢关心。另外我以后主要是跟高老师一块捧哏的时候呢，我就尽量多让着点，多让着点。怎么办？你是哪儿的孩子不是疼啊，是不是？踏实点吧，踏实点了啊，来，哦，你有话说，来快点，嗯。嗯，什么词儿？你来大雷雷呢？快点吧，大培培。我得大培培，这高老师熟。快来吧，他们家亲戚。对，那个我有一个意见，他们讨论师娘的问题呢。啊，我听见了。啊，我有一个观众的心声。哦，你作为一观众有话说。对，我要是这些年算白干了。我要是一观众的话，嗯，我就希望您，嗯，能够多参加小剧场的演出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我接受你这个建议。去年跟前年都是因为春节之后我们拍这个电视剧，啊，所以说可能耽误了一个月两个月，很少过来拍电视剧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们不能这样啊！演完了都说没叫着你们，可不行，谁也没落下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！您说说这事儿吧。啊，尽量多演。再一个，其实有的时候经常来演出，只不过之前那个水牌子，我们的节目当时不敢写。嗯。我们写完了，怕有人压票，也怕票贩子们倒票。嗯。就愿意更多的人。有人说：“你看这场，我就不知道。”这没办法，300人剧场啊，只能这300人进，可不可能每位都能达到满意。只能是力争演，我就算天天演也会天天有人进不来的，这是客观事实。因为每天不可能只300人想听相声，是不是？就是咱们尽量多演，是尽量的多安排，大伙儿也多谅解一下，嗯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后尽量把那有钱的演出呢，就是不带于老师去，然后把刘于老师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你留下来就可以了，啊，走亲民路线，嗯。那因为我儿子我也在这儿，嗯。说那个，我儿子还奶粉钱得我挣呢，是不是？别说这儿子的事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提两句吧。让他哥哥说说。什么辈儿啊，嗯？我跟我儿子那哥俩，那像话吗？双胞胎嘛，嗯。我有一个小意见啊，你说这您接受不接受都可以。你说、啊，就是来年您那生日，嗯，就别办了，是没有机会了。我说的是啊，假如还有机会啊，也别办了。那就是没机会了。对对，他这我们一来是得绞尽脑汁想给您送什么礼物您得喜欢，第二条这礼物啊直接影响您家庭那住宅面积，您想一100多员工的一人送一盒子，甭大了，这盒子买的屋里头，不，今年就有14个人没送，我数着来着，我，嗯，这4人过年不用他们了。哎呀，那您这心够宽的，你们说吧。哎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这生日其实可以不过，低调一点是吧？该我了，啊！我不识这茬，我不请你们吃饭，然后我只在家等礼物啊。什么人性？我们也得去啊，嗯！哎，白眼狼这是。对，来年有新班主。哎，那个，你看这新班主够尺寸吗？来吧，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吧。您也就稍微高一点。这个高也高不了多少。这个我给您提个意见，您说孩子，我相信是大伙儿的心声。好，这个我希望在2009年，嗯啊，包括大伙儿也希望您多说单口相声，长篇的单口相声。哎呀，这话筒还用的吗？这个大段行，我谢谢大家多演。这个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计划，我能回去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2007年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当时有一个计划，就说准备多说一点单口相声。嗯，像一个长篇的一个叫《我和妖精有个约会》，神话的故事。嗯，还有一个马乾隆走国，这是传统节目。对，包括《西厢后传》，啊，《西厢后传》就是咱们都知道《西厢记》，但是都到张生赶考、莺莺鉴别、十里亭就完了。
啊，西厢后记呢是从莺莺鉴别开始说，后边特别热闹，一环套一环，挺好玩的啊，还包括这个丑娘的这个下套什么的，但是因为计划嘛，只是这么安排，后来时间实在是没挤出来，所以好多人也指责我，他这个没说，那个没说，我承认这是当时没安排出来啊。这个今年吧，啊，今年不算计划了，我许个大伙儿，最起码丑娘的下套跟济公传，我今年准说了他，今年准说啊。我如果还有时间，就多说一点。另外，我也许给大伙儿啊，曹文金的这个隋唐和《三国演义》啊，《红楼梦》，今年一定说，一定说。如果不说，天打五雷轰，劈烂了他。我替他起个誓吧，啊，嗯。你替我起誓干嘛？啊，现在说你呢。是有你，这里有你，没我哪来的你？嗯。来吧，来吧，大个儿，嗯。这个侧头，这就是行了，可以了，标准的班主个儿。班主尺寸啊，这个季节正出班主，很多。他就是倒霉倒到捧哏上，他比谁都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体检不足，说吧，孩子。那个不足吧，但是很多。哎呦，我这嘴太碎了。重点的说吧，有吗？提一个小小的缺点，来吧。您不知道您有病吗？啊，我知道，他是啊，糖尿病啊。哦，你说这个，吓我一跳。还有不知道。还有什么病？呵，那的多了。你先说这个，你先说这个。您不知道你有病吗？你有好话好说啊！不是，你别甩着我啊！不是，咱就说这意思。嗯，一天到晚的嘴就不闲着，总吃东西。人家小学员说您郭老师，您给我们看一看这个节目，嗯，排演一新节目，是我们对一对词您看看。人家说着，您这嘴就不停那吃着，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的啊？学员买的呗，咱们今天不许还嘴，全是甜的东西，那东西吃解释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全是那糖分大的呀，青椒、苹果、大鸭梨，什么广东产的那个蜜柑橘，那吃你没够啊，就是元宵吃，这玩意儿这能吃到一块儿去吗？这我是不打算好了，我这是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否则这样吃的话过不了初期，过不了初期。燕儿，他不这么吃也过不了初期。按你这么说的，那个好吃吗？那儿就着吃啊，没怎么吃过。多谢谢各位吧啊，谢谢各位这个好心好意的那个恶言恶语的来劝我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不参评啊，我不参评。这个来了很多朋友，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吧，咱们一块聊一聊。各位还有什么想知道的、想了解的、有闹不清楚的事儿，您可以说啊，咱们说一说。您说，您说了，我想问问曹云金啊，你如何如何？咱们就让曹云金来回答啊。说你想问曹云金，咱们就让曹云金来说。你曹云金就是这个，我叫曹云金啊。这仨女同志问完之后呢，咱们再问别的。来吧，各位，有一个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的话，我们就颁奖了啊。颁吧。想听谦儿哥说一句话，是吗？说实话，他这难为人了，难为。他不会说实话啊，没说过实话是吗？啊？谁？说我的实事。我呀，出。初八初八我们开箱，您再来。可是你不在了。你不在了，你们俩都不在了啊。这算过去了。这算过去了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什么时候演京韵呢？哦，来，高峰老师，你也不懂，坐下吧。现在就能唱一个。哎呦啊，谢谢。那是你没听过，好家伙，我如果说不像严秋霞，各位怎么样？退票。哎呦，你把我喝出去了。各位各位各位，你反正能唱，但是不至于唱这么好。之前唱过一次，范振钰先生就去世了嘛，是吧？那个唱死的动人伤心啊。愿意来一段吗？下回吧。好吧，有机会有机会。他刚才说了嗓子不舒服，就是那个啊啊什么嗓子啊，他说内裤松紧带不舒服，这呵导致嗓子不舒服啊，都连着的，就这么听吧。兄弟们还有没有各位想知道的？哎，要亲命了，咱们一块儿吧。提个问题，提个问题啊。好，好极了，这是你招出来的。哎，谦儿嫂的这个头发是哪儿烫出来的？行了，郭老师唱一花心吧。哼，
我这就我们家门口烫的，小发廊粉灯管那个地儿，噔噔噔一敲，进来吧，进来热闹热闹吧，还是个河北老乡，我背景呢，我还沧州的呢啊。好了，这问题完了，门口就门口那厨子给烫的啊，拿炒勺卷的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啊？问大慧儿什么时候能出来演？哦，这最近挺忙，最近这个因为有服装公司啊，什么这一块，包括工厂啊，我们的培训中心呢，都在那紧张的筹备当中。嗯，但是之前也确实在考虑咱们的古曲这块恢复，在北京恢复古曲是需要时间啊，需要费用，需要财力，需要人往里边来搭。嗯，今年吧，今年只要是时机成熟的话，我们会恢复古曲的演出。谢谢这位，谢谢您啊，您关心我，谢谢关心。还有吗？哎呀，咱们一个个说。哎，哦，在南五环的边上。嗯，说的是我们那个基地，基地啊，我们的那个服装公司培训基地都在那边，我们录音棚、小剧场、排演厅都在那儿。对，他会不会一会儿就去？问快乐依然出盘吗？哦，快乐依然呢？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这么多年来，这十年左右的视频资料以及音频资料，我们都留着呢。但是这个现在国内的正版市场非常的不景气，你出一套，比如说出了花30万，你这30万没卖回来，盗版卖的比你还好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人家就花30块钱买一张，人家全部就都有了。可咱们这制作、印刷、发行都是个事儿，所以我们不能卖一张赔一张，卖一张赔一张啊。如果大伙儿有防盗版的好办法，您尽管提，咱们随时的。我们不指望他挣钱，但是不能往里搭钱，这是最主要的啊。你不买，别人买。啊，还出啊，赔死为止。是没演完，还没，谁说演完了？嗯，过完年还有呢，还接着演呢。下一场过完年，这是个票贩子。欧阳奉贤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名好啊。您就喜欢这复姓。我今天多说几个复姓的。嗯，怎么样，各位？还有没有？我们请当事人来谈一下，这就是班主哥，我们娘俩差不多，他也就比我高那么。我1.92米，一种愿望。我1.8米。哎，行，快回去吧，孩子，坐那儿，留神别踩着你啊。嗯，还有吗？千载难逢啊，未必平时有这闲心。好，问于老师什么时候上春晚啊？问您什么时候上春晚？哦，我呀，我哪台通县春晚？大兴的春晚啊，啊，找机会吧，找机会吧，等多的我当了总导演的。嗯，还有吗？啊，这个马先生是我们的相声泰斗大师，淡泊名利，甘守清贫，很多时候呢就是马先生特别不爱出来，好像是参加各种演出什么的，有合适的机会吧，我们是非常尊敬马先生的啊，希望马先生健康长寿吧。嗯嗯，张先生还在医院，还在医院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吧，让老先生尽量的康复吧，啊，尽量吧。你应该在春节后就差不多了。嗯，这个没最后定死几个，反正天津呢、河北也差不多，因为这个东西华北地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但您要知道，拍电视剧这东西播的时候，人家几个台一块定好时间，你一上星的话，一是4个台，只能卖4家台。3家台定好时间，那家台人家时间调不出来，你也没办法，必须要等着一样的时间段才能同时播出。首轮播出啊，首轮播出是这样的，所以再等一下，这个咱们就左右不了了。嗯，颁奖，颁奖，颁奖吧，就等奖了，就等奖了。嗯，我们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来吧，都起来吧，四位、六位，我们今天，好，四位表现得很好。表现的都算是不错，都算是不错。感谢你们六位这么多年来为北京德云社所做的一切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没有苦劳还有牢骚啊！牢骚不是，不管那个牢骚啊，还牢骚。嗯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啊，前几天的会计就是一直在倒这个钱，倒这个钱啊，是28万现金，一直到今天下午3点多才倒出来，不容易，3点多倒出来，然后已经去交了一个首付，我又买了套房。交完了，因为明年生日东西没地儿搁，要不啊？没有，对对，但是你们要评一个最佳的员工啊，
最佳员工不还评？是我们经过四钱没了吗？也不单说各说各的，各说各的。我们你们通过四轮的比赛吧。那我们这谁好啊？对，我们现在是就需要这样，我们用科学的、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。怎么办？所以咱们啊，抽签儿。对。先抽，刚才出题干嘛呀？抽完签呢，然后抓阄，抓阄。抽鱼签儿，抽鱼签儿。谁说抽？可以抽鱼签儿，可以抽鱼签儿。别不是抽签儿吗？抽签儿不是抽鱼签儿啊？钱也没了，钱没没有，钱还闹顿打呢。在哪儿呢？你们看看这个艺术家们啊！给不了别许，这钱在，说出来。我现在宣布。我先宣布，我们不干了。哎，别别去！这你这什么呀？你们上哪儿外边冷着呢？哎，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我没说完呢。哎，把椅子搬走吧，搬走吧。不是，这怎么意思？不是这。行，别谈了，行了。把椅子先弄回去，弄回去，别让他们给卖了啊！他们走了，不要紧的，他们走了就是还有咱们两个人呢，就剩咱俩啊，咱们两人。另外呢，你先等会儿吧，他们我也走了，我哎不是，还有他们了，我跟人起什么哄啊？给你说，我是得说单口了，嗯，他们都走了啊啊！我先把这归着归着啊，这个人心叵测，江湖险恶，说的就是我们。那倒也无所谓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你别看他们闹啊，闹不代表着他们心里边不烦躁，嗯。刚才这个大伙儿提了一个建议啊，让我今天多说单的，我也您也看出来了是吧？这对儿的我也说不了了，嗯。其实我没说完的，我不是说不给钱。不是说不给钱，我说给他们六个人奖励，就是过完年之后的头一个月的工资就不扣了啊。没等我说完，还能回来俩不能啊？啊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连肖佳玉都走了，要了亲命的，把家属都拐走了，穿着旗袍在后台买的了。走了不要紧的啊，走了不要紧的。我以还花心的行了吧，那看出殡的不嫌殡大，这是啊啊，现在反正是我只能归入主流相声界了，我看是，嗯，非主流这边他们不带着我玩了啊，不要紧的啊，我这个这样吧啊，什么我不会，我唱个六，我唱啊啊，你看诸葛青松啊，赵凤喜啊，你们哼，那个不要紧的啊，我这样吧，我今天我也表一忠心吧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给大伙儿带来一台好节目，啊，我们这台节目是非常的精彩，是下基层的春晚。嗯，既然是下基层的春晚呢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《我要下春晚》。我心潮澎湃，真的，我特别的高兴啊！嗯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刻，我有几句话要讲一讲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今天是回来了吗？哦，没有，还是我一人。嗯，今天我们团聚在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祖国天桥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剧场。为使大家度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，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。2009年1月23号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。72小时前，美国第56届总统巴拉克·侯赛因·奥巴马正式宣誓就职。552小时前，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再次被羁押。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牛年开了一个好头。古人云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今天是封箱。这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诗句，充分表达了人们
反对形式主义，大干四化，反腐倡廉，全面奔小康的幸福愉悦心情。2008年12月24号，日本警方发现范岛爱同志离我们而去，我们不禁感慨，这位为观众奉献了青春的女艺术家是实实在在的德艺双馨。他用心、用情、用汗水讴歌了劳动人民的勇敢和强壮。范岛爱同志的离去是中国相声界的重大损失。导致了大批相声艺术家的业余生活更加匮乏。我们到哪里去体验生活？怎样才能出更好的相声作品呢？2008年，生肖是鼠，是极不平凡的一年。从年初的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，从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到春运票源紧张，当然最令我们全球华人感到骄傲的就是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，全球华人为之欢腾，炎黄子孙为之骄傲。接下来请欣赏由60多人为您表演的相声大拜年，我要下春晚。再一次感谢三鹿牛奶对我们节目的赞助。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，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，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，62人说的是春晚的相声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60位演员与大家见面，有请。不用借人，我们人齐。台上站着是我们的60位演员，年龄有大有小，从我们年份最高的婊子宝子辈的老先生，对不起口误，一般直播都有口误，黑色一秒钟。今天大家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算是一个相声，无非是给大家拜拜年，一个串场的节目。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指挥家小泽千尔先生。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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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感谢三鹿牛奶对我们的赞助，喝三鹿全民健康。父子天来相
气冲冲，复原山清江雨平，复如东海长流水，喊复来时身穿大红啊。可以了，相声、小品、魔术、杂技、评书、笑话、说唱艺术，东西南北中，均请看相声百年。相声大拜年，各位朋友，我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，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，我的心里感到无比欢喜，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牢牢记心里，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社会主义立下的新功绩。我衷心地祝愿大家万事如意，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，我身后有尾巴，尾巴尾巴，谁也不知道，知道知道。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小青龙。我有许多小藏民，小藏民，小藏民。我有许多小藏民，小藏民，小藏民。我有许多的藏民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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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爱你。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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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聪明伶俐。少林少林，泾阳烧饼烧饼，欢阳
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太碎了，太碎了，行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今年过年不收礼呀、啊！不收礼呀、啊！不收礼、啊！收礼只收曹云金呐、啊！小城故事多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星星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哎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一九那三七年呐、啊，鬼子兵就进了中原，先打开卢沟桥，后打进山海关，鬼子兵就放大炮啊，八路军就拉大栓，瞄了一瞄准，飘。打死个翻译官，他两眼一瞪，上了西天哪！哎嗨哟，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灵啊，两眼就泪不干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！第二天来到王爷嘛望天涯，王爷嘛望天涯，天涯呀嗨哎叫，小妹妹是仙，郎是真，郎啊咱们俩人一条心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玛尼玛咪哄啊，哎呦哎！吊炉烧饼，扁又圆，油炸的麻花脆又甜，精米粥煎麦。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来看看，煎麦三天
所谓的八千转，所谓的是传名啊，我的名字叫哎哎哎哎哎，动起不动，哗啦，砂锅碎了。我的西瓜赛砂糖，真正是寒阳脆砂瓤，一字一块不要黄，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尝。你们吃啊，吃全下好了。各位老少爷们儿都到了茶馆来呀，您捧的德云社这块金字招牌呀，看西山到北海，谈胡说怪，谁高衙哪个三俗啊，大伙儿心里明白。天太平，大清朝一倒，铁杆的庄稼埋，老前辈发明了相声，江湖引笑来，张三路穷不怕，音容犹在。长江水后浪就把那前浪催起来。天太平，说了声会六百段，骂声响起来，艺术家会三段，一辈子巧安排，这年头真真假假，难分好坏。太平年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，这是你的大巴盖。天太平，也别说高山流水，阳春白雪白，也别说下里巴人茶馆的小舞台，哪怕你帝王将相，也得来点痛快。太平年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笑口常开。年太平，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啊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坟看旧坟，要说亲观众们亲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啊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，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，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好朋友们，我们北京德云社2008年封箱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再见。谢谢，这节目好吗？于老师现了本相了。啊，让于老师带上。我让刘还啊，让于老师还得带上。你看，我带上还不害怕呀？你们？我万幸我没带那个吧？他们买俩，你知道吗？
我这不适合我，不适合我。他们给我买一分头的，我看见带着，想起20年前来了。谢谢大家嘛，谢谢大家吧。水平有限啊，也没有这么高的造诣，这一台节目也教育不了您。但是我们这个就觉得是大伙儿全家人在一块儿过年了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。听完这台演出，您可能解决不了组织问题，嗯，也不足以上您上升的一个什么高度。但是如果开心就可以了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北京德云社这几十位老少爷们给大伙儿拜个年吧，谢谢各位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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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啊，谢谢。春节前咱们就到这儿了啊，再演出就过完年了，就是初八正式的开箱啊。明年我们还有很多好多演出的计划，何云伟带着。因为到今年为止，我干这个行不算学艺期间，从干专业开始到今年是第20个年头啊，人家都50年、80年、140年一大庆是吧，我也等不了了啊，他们老盼着我，我就救活了今年吧。有一个小的总结，不敢说是舞台生活如何如何，给大伙儿一个看看我怎么样，我有一个汇报的机会。是是是啊，所以今年我们估计从年初排到年底，各种演出很多啊，比如说可能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，都这月都演新节目，这个月全是传统的节目，这个月失传的曲种曲目，这个月就是说书，这个月就是单口相声啊，这个月就是西河大叔啊，这一个月就是唱京剧，大伙儿全集体唱戏，下个月就是评戏，就是梆子啊，明年到年底跨年的时候，看看如果合适，我们可以搞一个相声春晚，找一网络咱们现场直播，大伙儿热闹热闹，是吧？嗯，水平有限，水平有限，人家上春晚，我们只能下春晚，是不是下春晚？谢谢大家吧，给大伙儿再唱几句吧，好吧？好，嗯，唱几句什么呢？哦，太平歌词，咱们一块儿吧，啊，咱大伙儿都会的。嗯，听大伙儿一块儿唱好不好？你看咱们宅吉利的，嗯，小上坟儿，这吉利吗？不合适，就是不合适。那没有一块儿能唱的啊。嗯，那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对，别算了，唱一段，唱几个，唱几句，唱个叫小帆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喊半天了，嗓子未必上得去啊。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啊门叫小凡。好，好，该于老师了。啊，累死我也上不上去。嗯，啊，怎么了？让圈哥死去？谁说的？那胖子说的。没听说啊，陈凤民。这又一名字，这多好听啊！赵一清也行，也行啊！啊，你上哪儿去？咱们都听相声了啊！你再等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了啊！出去啊！刘文成，嗯，哎，这又我来了。再给大伙儿唱一个河北梆子的《叫小帆》吧啊！啊，老少爷们儿从开场就后边站着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站一晚上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门叫小凡啊！好，谢谢，给您拜年了，谢谢，谢谢。